现在开始真心了啊，真心准备打包发货，让一个老板买成了几百件。这不赶紧接着，不赶紧发货，还得不是预售。是不是去年买的，比去年早啊？看都是比去年晚。那咱去年来这珍珠啊，那他在门口卖那那啥的，卖套卖新的可多。还没到嘞，还不熟嘞。可多，也得新到。就这又刮风了，这刮风又该没了，你瞧瞧来了。看着我小辣儿，哟妈呀，你不想啊？你想啊？这红就是这稍微有点小，但是它这个个头也不算太小。它那另外这新包这，它跟树上除了黄一摘掉还是有点青。三四个肉。它那这。开那一肚子，开那一肚子好。听见了吗？带肚子够不着肚子。来，你看那。我的给我跟着。哎呦妈嘞！你拆掉吧。啊，多大这个多大斤？那接住。刚好你。在前面这边。看到了没？小的都没接。都没看到。了解。拿不住。你得给我整住这个。你找我那把人带人用。你回家。都好吃。早点吧。啊。上上屋头吧，上屋头拉过去。嗯。狂风，一个又刮了大风，要得有五六级。哎，裤衩忙了吧，要不那臭不讲了脸儿。这赶紧给星姐我来压地，给他装上两包。这地里的行不是？这一场风刮的，估计是要不落，都得有夜晚。装新这个包装，改了啊！你看。这个包装是不是可安全？而且今年发了快递是顺丰快递，它的那个安全性能是服务是最好的。你瞅，它这一箱里是连杆儿，往里一装，它这卡的紧不够的，这心也不重，还套了防毛袋儿。这是包好了，打包好了，这个搁那随便晃，那个里头的心都不重事儿，随便摸不住这个心都是重。整天的。六八，我要拿表来了。同学，该装好了，准备，准备关门发货。
两天，达到单位五人，准备回家了啊！几个法子了，500里回家。